山水千山中环，喜剧风急如帆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盏，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。曾想痴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颜，消逝烟雨间，凭谁忆已无限，别万山举手不回啊！呢着咧叫细如破竹，有排俾你谂。咦？做咩捉棋捉到苦口苦面噶？一指错，咁样嘅棋局又难怪你嘅。呢盘形势我系差啲，但系仲未至于不可收拾啊！好，咁我又睇下你点样收拾呢个棋。启禀皇上，有咩事啊？刚才有人翻嚟报告，话有两个凶神恶煞嘅人去咗玉虚观捣乱。我即刻去啦。雨燕，而家情况都未明。你唔適宜去嘅，你留喺度啦。
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。皇帝，你陪王妃翻去先啦。呢度嘅事我会处理嘅。好，夫人，请。为什么要来捣乱岳许官？我不是来捣乱，我是来拿回他应得的东西。应得的什么？是大理国的皇位。老大，不要说那么多，动手啊！老大，我们一起上。老三啊，我们去。玩住咁多先，后会有期。我迟早都会再嚟揾你嘅。究竟咩意思呢？调虎离山。关手杖，第一戒备。系。望咩？我冇事嘅，你唔使旨意喺度谂计仔啊！咁多追兵，睇起上嚟，你阿爹同你大伯都好关心你噃。哼，今次老大可以利用你做人质，逼段正明让位啦啩？哼，你乖乖地喺度休息一阵，入黑之前我带你去见老大啦。边个？阿弥陀佛，和尚仔，你嚟呢度做咩？哦，小周奉师傅吩咐，落山办理山草药，路经此地，见呢间庙荒凉失修，所以想打扫呢度一下。呢间庙咁破烂，你一个人嚟点打扫啊？过两日带多两个人嚟先打扫啦。但系。大神像满布尘埃，小僧要请人打扫一番啊！
位施主。哦，你唔使理佢，佢冇事嘅。我而家带佢睇大夫。和尚仔，你喺边间和尚寺嚟噶？少林寺啊。少林寺？少林寺个高僧个个都武功非凡噶噃，我睇你都唔会例外啦。哦，小僧学到嘅即系好肤浅嘅强身之技，又点可以讲得话系咩绝学功夫啊？真有人嚟啊！唔好嘈，嗰班狗兵杀咗个爹娘都唔算数，哼，仲要而家嚟杀人灭口添。和尚仔，你帮我睇住佢，我杀晒佢哋之后，我就翻嚟揾你。哦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鬼鬼祟祟走去丐帮种地做咩啊？小僧系少林和尚，我撞到呢位施主，佢病得好重啊，所以我想带佢去揾大夫医治啊。你哋带佢去见帮主。好。送长老坐镇山西分舵是最好不过，希龙，我都认为他是最适合的人选。刚才属下在树林之外捉到两个不明来历的人物，请帮主发落，带他们下来。是。
佢病得好重啊，唔该你哋救下佢啦。佢冇咩事，佢俾人点咗穴啫。多谢晒你哋，小师傅，多谢你。记住啊，究竟系咩事啊？我被四大恶人之一嘅叶月良捉咗，佢点散我全身嘅穴道，我又讲唔到嘢。好彩啱啱遇到你，我唯有扮到好辛苦，等你带我脱离险地咯。哦，原来系咁嘅，有机会。小弟一定报答你救命之恩。哦，我佛慈悲为怀，做人本来就种功德嚟嘅。何况今次我自己又系糊里糊涂嘅，施主你何足挂齿呢？段公子，你哋唔知要去边度呢？如果有需要嘅，在下想派几位弟子嚟到护送你哋。朱大哥，傅大哥，公主找到你真系好啦，你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全靠呢几位好汉相救。皇上同王爷好担心你个安危，我哋最好尽快翻大理，以免佢哋担心你。有咩人？启禀帮主，佢两个系龙牙老人苏星河嘅门下，系嚟送英雄帖嘅。苏星河奉请天下精通奇艺才俊，于二月初八日驾临河南擂鼓山天龙地雅谷一聚。苏老先生以其会友，这个盛会千载难逢。公子，我们不如先回大理。公子，我哋要起程噶啦，小师傅告辞。咁多位告辞，请请。两位英雄，请代我向苏老先生讲一声，因为我的奇艺低劣，唔能够赴会，你哋翻去代我向苏老先生讲一声多谢。请。小僧都告辞啦。请。正话两位受咗伤啊！
就喺下边啊！佢两个中咗星叔派嘅剧毒，冇得救嘅。阿弥陀佛。星宿老怪，星宿老师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指教呢？你丐帮是不是有一个叫做乔峰？是，不过、啊、不用不过，他拐带我的女徒弟，还带走了我帮镇山的宝物，今天我要找他算账。乔峰已经被我们驱逐出帮，至于他的行踪，我们不是很清楚。我不理那么多，总言之，今天你找不到他出来，我誓不罢休。那就请你们去地道找，我们丐帮现在要召开大会。哦，你用这样的东西跟星宿老先讲话，你知不知道最大啊？你又用咁嘅语气嚟对我哋全帮主讲嘢，你又知唔知道最大啊？阿弥陀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施主你太残忍了。哼，呢啲等闲之辈啊，我一只手就够应付佢啦。我睇未必，咁你即管嚟试下。你都唔讲信用嘅，系啊，又系单手打人，一连脚都用埋。点讲都好啦，哎呀，总之我打赢咗，我哋走。师傅大获全胜，做徒弟嘅都韬光得少。师傅爷，师傅爷，师傅爷，冇错。我问你，头先我同佢哋比武嗰阵。我是不是不守信用？遵旨，师傅打赢得了。那和尚仔去了哪里？他走了，师傅。我吩咐你啊，我看这个和尚仔呢，一定会跟人说我不守信用，你即刻告诉他们，跟踪这个和尚仔，一见到就要杀了他。是，弟子领命。
想仔，急滚咗边度啊？阿弥陀佛，小僧啱啱买完山草药，正打算翻去少林寺啊。啊？少林寺啊？哦，咁你啊，真系少林寺啲和尚嚟噶啦？喂，听讲话嗰度啲和尚你打得下噶喎？系咩？和尚仔，我谂你啊少林寺啊翻唔到啦，不如喺呢个乱葬岗度威慑咧。各位施主，小僧有边度得罪各位啊？吓？我仲有成日路先至到少林寺噶，好得我呢次啊买了好多生草药。嗯，两位师伯，我不如去度打啲水俾你饮好唔好啊？阿弥陀佛。去咗咁耐，人翻嚟噶？系啊，仲有子明嗰几师兄弟都未见到我。唔知嗰啲药材扮成点添噃？师伯救我啊！师伯救救我啊！发生咩事啊？又多几个和尚啦嘛，多啲嚟就密啲手啦。大师要命啊！大师，今日嘅事一场误会嚟嘅啫。阿弥陀佛，你太鲁莽啦！我哋下次唔敢噶啦。唔敢有第二次。系咯，系。老总，师伯，你点解会惹一场咁嘅灾劫噶？啊，禀告师伯，唔系弟子全心惹祸噶，我都唔知点解。他们要追杀弟子的。好了，我们马上来看书，免得再惹麻烦。是师伯。星宿老怪冬春秋，星宿派弟子多多得罪，所以老将他们惩戒，向大师请罪。丁施主，你又何必下咁嘅毒手呢？诶，对啲不肖嘅弟子，不能够太过放纵啊！阿弥陀佛。诶，呢位小师傅曾经得罪过我。希望大师何果咁样惩罚我嘅徒弟，惩罚佢。师伯，弟子去捉，你咪得罪咗丁施主。弟子不敢，我从未试过。哦，你咁样讲法，即系话我造谣。我话老前辈造谣，就系得罪老前辈啦。啊，丁施主，责人虽有理。请你将呢件事干嘅原原本本讲出嚟啦！冇谓讲咁多，你惩唔惩罚佢？如果攞唔出事实，贫僧恕难从命。你唔惩罚佢，等我代你执行。
掌风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好啦，你小心啲就得咯，行。师伯，有咩事啊？你唔好碰我，我身上有剧毒，你哋唔好碰我。哎呀，声足老贵，先用剧毒，我哋替我大意啊。咁点算啊，师伯？师兄啊，我哋不如送师伯去翻少林寺医伤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唔得噶，我身中嘅系阴寒之毒。奇毒无比，翻少林寺赶唔切噶啦！哎呀，师伯，不如我哋前边搵地方散下先，然后再谂办法啦。师伯，过嚟坐啊！休息一下先啦，小心啲啊，师伯。等我去问小叔老怪攞解药啊！你唔好去啊，你去就肯送死嘅咋？我哋而家可以运功抗毒。仲可以支持一段時間嘅，咁我哋而家點算啊？有啦，我哋又揾到神醫又得啦。冇錯，是神醫叫做炎黃帝，佢專門醫治一切病毒嘅，揾到佢就有辦法啦。師伯，咁我哋馬上去啦。大师，请问你咩事咧？请问薛大夫喺度吗？哦，薛大夫今朝出咗门啦，我唔知佢几时会翻嚟。咁请问薛大夫去咗边度咧？哦，我哋老爷去咗雷鼓山喎，参加个真龙棋局大会喎。雷鼓山嚟呢度只系一日嘅路程。我呢一趕去嘅話，仲夠時間噶。啊，请问边位系薛大夫啊？请问到底边位薛大夫啊？在下就系啦。薛大夫，喂，在下有乜贵干？我两位师兄被星宿老怪暗算，中咗剧毒，希望薛大夫即刻帮我哋医治。星宿老怪真系无恶不作。
两位大师中嘅系阴寒之毒，我身上未带有解药。嗱，呢两粒药丸可以暂时解佢嘅剧毒嘅，等观棋大会之后再嚟我医馆处医治咧。哦，咁多谢师大夫。未时已到，观棋大会正式开始。各位英雄，今日老夫邀请各位嚟参加呢个大会，相信各位觉得好奇怪。喂，乜龙牙老人系哑嘅咩？我平日自号龙牙老人嘅，点解今日忽然会开声讲说话？就系因为今日嘅成语“天下武林，济济一堂”，我想借呢个机会，将我埋藏喺心里边三十几年嘅秘密讲俾大家知。老夫系苏星河，师承逍遥派，家师就系无涯子。好不幸，喺三十几年前，本门发生咗一件背叛师门嘅惨剧。当时家师同埋老夫都身受重伤。最不幸的就是家师饮恨谢世。当时我本来是想一死殉师的，但是因为家师还有一宗心事未曾了结，我为了要了结家师的心，所以只得忍辱偷生，与同门立下众誓，终生不言不语，所以人哋就叫我做龙牙老人。咁嘅，呢个真龙棋局就系先师费咗三年心血所创嘅。在下在这三十几年来苦心转型，亦都不明其中的奥妙。今日各位来到，相信不少才智之士，希望你们能够破解这个棋局，了却先师的心愿，那我就感激不尽。请各位多多赐教。你们捉棋都有兴趣的吗？啊，讲嚟话长啦，有机会嘅，我将成件事嘅始末再话俾你知啊。好啊，系咯，你咪翻返大理嘅咩？小弟对棋艺万分热爱，呢个千载难逢机会，又点可以错过咧？小弟喺路途中将家臣调走，特登赶嚟呢度。哦，原来系咁样嘅。今次系啦，苏老前辈，晚辈大理段誉，愿向前辈请教。多谢赐教，段公子，请。哎，段公子，水千山中环，喜句风急如花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盏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。
山水千山中华，喜剧风急如帆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盏，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，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限，曾想痴爱相伴，一路相依往返，谁知心醉朱颜，消逝烟雨间，凭谁忆已无限，叠万山背大理段誉，愿向前辈请教。多谢先生，段公子，请。哎，段公子，段公子，请先落旨。段公子，呢一着真系唔要。苏老前辈，这个真龙奇功实在太过深奥巧妙，晚辈无法破解。段公子，你的奇思精密，刚才几仗已经达到极高的境界，可惜你未曾再深入一层，真可惜可惜。前辈，你太夸张。苏老头，难得你活到几十岁，你仲摆埋啲邪门戏法，戏弄啲后生小辈，啊！你都唔怕人笑啊？哼！原来系你，师兄，好耐冇见啦！丁春秋，我哋同门之谊早已断绝噶啦，你我之间都无谓以师兄弟相称啦。今日我估你一定会嚟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师傅，哦，你几时收翻呢个徒弟嘅？我不嬲都系师傅嘅徒弟。当年师傅不过怕你迫害我哋几师兄弟，所以就假意逐我哋出师门嘅啫。丁春秋，我同你三十几年来嘅恩怨，今日一定要了结嘅。不过在未了结之前，我希望你在这么多江湖朋友的面前暂时忍耐一下，等我了结了师父的心愿，然后再跟你了断。好，我念在你是我的旧同门，我等你一等。
这个棋局牵涉关系重大，我睇你试下能唔能够破解？你即管试下啦。系，师傅。这个棋局是呃人的伎俩，师母啊，你不要上你师父当啊。这个棋局破之不易，你都无谓勉强。弟子无用。母啊，母啊，母啊，死生有弟子已经尽心尽力的。人来，母啊，我跟他是大夫，你不要死住啊。小师傅，我两位师叔等着他救的，办大事等大会完咗先再打算。唔知仲有边位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破解呢个棋局咧？苏之乐，既然冇人肯同你再见高低，你唔好阻延时候，我要同你算清旧账。不自量力，想切磋下呢个真龙棋局，素有慕容公子文武全才。如果你肯破解呢个棋局，老夫真系感恩不浅。呢位前辈，请指教。慕容公子，请。此正非正，此邪非邪，用正道是解不开，但是用偏锋也未必解得开，容易令人走火入魔，神志错乱。
慕容公子，你听老夫劝，都无谓白费心机啊！唔好捣乱。我有办法。其实呢，这个棋盘是攞嚟捉弄人的，慕容公子，咁你都看不通？哦，你点学人逐鹿中原啊？点解会咁？点解会咁啊？表哥，我冇事。呢位前辈，我哋再继续。好，请。表哥，你不要再继续。我有分数。你的意志真是坚强。慕容公子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心尽力，虽然解不开这个棋局，我都非常感激。不如就咁罢手咧。人话姑苏慕容，文武兼备，世上无双。照咁睇嚟，都不外如是嘅。慕容公子，你今日神志不清，我睇不如嗰日再嚟切磋。一位前辈，我一定会再翻嚟。苏清豪，名震江湖慕容公子，不能解棋局，好啦，亦都冇边位同你下棋，轮到我要同你算旧账，算旧账。阿弥陀佛，啊，两位前辈，你哋唔好争啦，呢个棋局不如等我嚟试下解啊。师傅，你虽然是勇气可嘉，但是我看你的棋艺很平庸。
小师傅，你正话落呢只纸，已经将自己嘅棋运死咗啦。前辈，小曾自知棋艺低劣，方才立乱下棋是志在平息两位的纷争。这盘棋我不识解的，请前辈见谅。哎，小师傅，你知不知道这个棋局是先师花了几年心血所创的？你刚才这么乱这么落子，对先师是一种侮辱。前辈，我你不用多讲了，继续落子啊。话你弃咗嗰几只子，个棋局会转变成咁嘅。小师傅，这个棋局你已经破解咗啦。小曾只不过多蒙前辈承让，都乱闯乱撞。竟然将形势扭转咗，佢都已经揾咗条破解嘅法门。佢虽然并唔执着胜同埋败，竟然反为俾佢揾咗条生路添。小师傅，先师仲有一个心愿，就系希望破解呢个棋局嘅人去到佢嘅灵前一滞。唔知小师傅你能唔够帮我一个忙，等我先师了咗呢个心愿。既然系你先师嘅心愿。我乐于帮助，请。师傅呢边。你太残忍了。慕容公子，你快点出手制止他们。这些是人力门派内部的斗争，我是不方便干涉。老公，
前辈，呢度形势险恶，你都离开比较安全。你呢？我一阵又会留喺度。公子哥，快俾妹走。系，公子。王姑娘，请。既然入咗嚟，点解又想翻出去？请前辈指点途径。途径系你自己闯出嚟嘅。我呢个棋局，第一个人就系你能够。解破到吓、啊，你苏前辈嘅师傅啊？冇错，唔使惊，根本我仲未死。咁苏前辈又话，我喺30年前就系为咗逃避一个不肖子弟嘅追杀，所以我诈死。隐居喺呢度，我等咗你30年。小僧虚竹拜见前辈，你能够破到我呢个棋局，就系你嘅聪明智慧，你自然系非同小可。小僧对于棋艺只系略识皮毛，今次。乃是机缘巧合才至破到棋局嘅啫。机缘巧合，小僧为咗救人，就立乱下咗粒棋，估唔到就破咗棋局啦。天意，天意，你立乱放一粒棋，就可以破到我棋局，可见得系福缘深厚。或者。我仲想你帮我做一件大事都未定。大事啊！你行过嚟。哦。小僧平时多读经书，武功实在平平无奇嘅啫。前辈你见笑啦。咁仲好。
可以叫做我本门的北冥神功，将你的少林功力全部化解了。啊？神功，将你的少林功力全部化解了。啊！我对你无冤无仇，你点解害我？我不是害你，我还想将我毕生的功力全收晒给你。我不要啊！石屋入面有啲乜嘢嘅秘密？哼！你已经再唔系逍遥派嘅人，你无权过问。好啊，一笔就还一笔。今日我要同你算清旧账。呢笔账始终都要算噶啦。之大功告成，你马去捧长书，试下拍一掌。收晒俾你，你叫我一声师傅。啊，小僧系少林派弟子，唔能够欺祖灭宗噶。你唔叫，我唔会勉强你。不过，我想求你同我做一件事，唔知你愿意唔愿意？哦，只要正道嘅事，小僧定会应承嘅。我想你伏妖除害，小僧义不容辞啦。我要你去杀一个人，一个无恶不作的奸徒，佢就我弟子丁春秋。先未星宿老怪拉莫大功德，小僧当然义不容辞啦。但系以小僧而家功夫，有你的功夫已经抵受得他，不过如果你想打赢他都还未足够。
我喺大理无量洞里边收藏咗好多学武秘笈。你依法修炼，你嘅武功一定能够胜过丁春秋。呢幅图，你见到呢个女子喺石洞里边，佢会指点你，咁你就事半功倍。前辈，你点啊？我70年嘅修炼已经全收晒俾你，你肯唔肯叫我声师傅？前辈，师傅。今日我年事已尽，前辈。乜系你啊，叔老前辈？你咪喺间石屋里边嘅？系啊。咁你有冇见过我师父啊？有啊。你见过我师父啊？嘿，你即刻带翻我入去，带我见师父，去啦。派不召弟子苏星河参见本派新任掌门。前辈，你行至大礼，小僧接福啊。你是师父的关门弟子，又是本派的新任掌门，我虽然师兄身份，我哋应该向你参拜。我不是掌门人啊，我只是少林和尚咋。凭你身上嘅环，就系本派掌门嘅凭证啦。咁我做佢唔要，咁咪得咯。你唔可以咁做。今后我哋本派复兴嘅责任就全靠你噶。
呢个掌门我点都唔做噶啦。你万万可以，如果你唔肯做我哋嘅掌门，我唯有自尽殉教啦。前辈，你唔好咁做啊！弟子遵命。啊！我叫位师叔，仲有丁春秋喺度，而家生死未卜，我要赶住佢哋噶。呢点你可以放心，凭你目前嘅功力，你一定可以将你两位大师身上嘅阴寒毒气逼出嚟。系啊。但系我唔知点救啊！呢点掌门你可以放心，我可以指导你运功嘅方法。好啊！两位师叔，你哋点啊？掌门，你可以运用阴力在元难大师的百户穴上，那就可以大功告成。即管试一下啦。师兄，你做什么？师兄啊，师兄，师兄，我师叔点解会死嘅？系咪你害死佢嘅？苏青龙，即系头先中咗丁春秋嘅三少逍遥散，我谂咧系头先打嘅时候咧中到嘅。师叔，师叔，师叔啊！乜系你啊？见到你真系好啦。啊，系咧。你师叔把走晒啦。你而家喺边啊？我去边啊？可能我先去学艺。但系唔得噶，我系出家人，点可以大开世界呢？但我两位师叔伯是被恶人所害的，这个仇呢，我都有番少林禀告方丈。是呢，你有没有见过两位师叔伯他们？哦，我见到他们向那边走，不过我走了很久了。那我去追了。是呢，那你又去哪？我去哪？王姑娘已经有了她表哥，天下之大，何处是我段誉容身之所？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先走了，后会有期。My
自往之心，换了几多伤害乐，冲不过。表哥，公子，嗯，段公子。慕容公子，王姑娘，表哥啊，你都攰噶啦，不如去前边揾间客栈休息下先。嗯。今日有幸得见佳人，命运如此，又有咩说话好讲？你系乜人？你知唔知我星宿老先系饮紧酒啊？一个人喺度独饮，你唔觉得寂寞咩？哦，我以为系边个？原来姑苏慕容啊！不如等我同你饮三杯。你咩资格同我星宿老先饮酒啊？你，哎，我乱嚟。唉，难得慕容公子咁有雅兴。相请不如偶遇，嗱，请，请。慕容公子，我先敬你一杯。晚杯回敬。水千山中横，起句风急如花，豪气吞吐风雷，饮下双杯雪盏。独闯高峰远滩，人生几多个关。YouTube 的观众记得 subscribe 我们这条 channel， like 埋条片，开埋个 notification bell， 咁就唔会错过我们每一条新片啦。